水中用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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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中用
船前进，有水玩就兴奋，而另一头正搭起高达9米、长40公尺的充气滑水道。大家和平公园限时水乐园周六对外开放。好玩，很好玩。哪里好玩？为什么？因为感觉屁股湿湿的，就是冰冰凉凉的夏天很好玩。第一次玩的觉得很开心。熊在寮可以划独木舟，帮水乐园宣传。这是从8月20号让你玩到28号，为期9天的水乐园，每天区分3个时段，每个时段开放300人，采事先网络报名或现场报名。而过去门票加上设施费至少要100元起跳，今年首度免费玩。这样子才能吸引更多的家长带小朋友来玩。暑假小孩子想要带他们来，就是冲凉一下，对。然后这又离台北比较近。抓住暑假尾巴，玩水是王道，但300人一起挤进水乐园，家长也担心水质与安全问题。那但是这个现场我们每天都会测水，那也会备有救生员随时待命。和平公园变身免费水上乐园，在台北市区就有消暑好去处。记者张世奎、陈佑文、SNG台北报道。